近日，来自新墨西哥州阿布尔开克的一名摄影师记录下了一个震撼人心的时刻：一只美洲虎从10英尺（约3米）高的树上跳下来，扑向一只小鳄鱼，将其捕杀。起初，这只凯门鳄在潘达纳尔下游游泳，美洲虎则安静地在树上等待了1个小时。在凯门鳄开始游向树时，它发起了进攻。美洲虎先是压住这只凯门鳄身上，然后将它摔死。杜里说：“这实在太惊奇。”美洲虎跳进水里与凯门鳄搏斗，最终杀死了他，然后把他拖到树上。尽管他已经吃过晚饭了，很震撼。美洲虎一直虎视眈眈地盯着凯门鳄，我不敢相信这一切发生在我面前。他补充道，他们僵持了大约10分钟，但最终美洲豹还是杀死了他。当这一切发生的时候，我在河上的一艘船上，我们停下来看了全过程。